也就是怎么那个房租费都没有，给你说嘛，真的。现在我的话连那个房租费都没有，租房子是不是？哥哥姐姐帅们，你们支不支持？就是支不支持阿妹带奶奶出去呀？你们觉得阿妹要不要带奶奶出去呀？各位帅们，小明给你租，我不可能什么都靠明哥吧？各位帅们，我得要靠自己呀，我得要靠自己，我自己强大起来了，别人才不会小看我，别人才不会瞧不起我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村里的人呀，有很多的就是网上的叔叔阿姨呀，都就是瞧不起阿妹，觉得阿妹只是一个农村女孩子，配不上明哥呀什么的，都支持是不是？我的话也干，因为阿妹的话也什么都不懂，我也干不了什么事情，我所以说我想的是去厂里面上班呀那些的。各位帅们，你们支持阿妹出去打工打个支持好不好？各位帅们，我看一下我直播间现在那么多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在看阿妹直播，对不对？你们支持阿妹的打个支持好不好？出去是对的，都支持阿妹出去是不是？我看支持阿妹的人多不多，我看支持阿妹的叔叔阿姨们多不多。阿妹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你不用说了，我不会嫁给你的。阿妹，你不要碰我，你干什么啊？不是，我都跟婶婶说好了。你干什么呀？你跟婶婶说好，那是婶婶自己做的决定，对不对？又不是我做的决定。不是阿妹，你这个人怎么就好话不听呢？我都跟婶婶说好了，我要拿两头牛给她放着，那是婶婶自己说的，我自己的家里面的我的爸爸妈妈都没有回来，我爸爸妈妈都不在。对吧各位帅们，婶婶不能替我做主的。这个事情我自己我爸爸妈妈都没有说，对不对？婶婶她怎么能自己擅自做决定呢，是吧？阿妹呀，你嫁给我就对了，你嫁给我才能得到幸福，知不知道？各位叔叔阿妹，你们阿妹说的对不对？我不可能说婶婶她自己做决定，对不对？我自己婚姻大事，对不对？我就算是我不说嘛，我爸爸妈妈起码要他们要知道，他们要给阿妹做主。你不要这样子，你干什么呀？婶婶都说了，婶婶都同意了。你这样子，你看我们两个不清不楚，对不对？现在这个邻居那么多，他们都能看得见的，到时候又说三道四，对不对？对我们都不好。那有什么呀？你嫁给我了，他们说三道四有什么呀？那是因为你没嫁给我，他们才会说。到时候你嫁给我了，他们还说什么呀？对不对？你嫁给我了以后，我们怎么过，怎么过日子都是我们自己的。那就让婶婶要嫁也是婶婶她自己决定的，那就让她自己去嫁，我不会嫁的。哎呀，阿妹呀，你要想清楚呀。各位帅们，对不对？各位帅们，你们这难道你还对那个小明还抱有幻想吗？你们是阿妹还是婶婶？各位们，你们支持阿妹还是？支持婶婶，你只有嫁给我才是你最好的选择，知不知道？不是，你不信你问你直播间的人，你不信你问他们比你懂得多，你知道吧？你现在是被小迷给迷惑了，你不信你问你直播间的，那你直播间的这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觉得对不对？你在这等小明只会把你的年龄等大了，你知道吧？不是，你真的这个事情的话是强求不来的，我肯定不可能说婶婶说嫁我。什么叫强求不来？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嘛，对不对？爸爸妈妈的线。对呀、啊，你看以前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些还不是不认识，第一次见面了，父母说了可以，两个人就在一起了，不是也很幸福吗？现在的话，现在你们这些年轻人，现在你们就是受那些什么电视剧啊什么那些影响了。哎呀，总想着自己是白雪公主，会有自己的白马王子过来，去现实一点，知道不？你不用说了，我不可能说婶婶说嫁就嫁的，我不会嫁的。
什么叫你不会去？你回去，你先回去吧。那这样子，我给你来，你今天先跟我回去。我不要，好好你真的培养一下感情。不要动手动脚的。你跟我在一起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其实我还是一个，我比小明优秀多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干什么呀？我不干什么呀，阿妹，我这是在拯救你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对我这么抵触。真的，我现在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的，你不要总是这样子。你直播间的叔叔阿姨都说了让你嫁给我，你怎么就不听他们的呢？他们没有说。小迷他给不了你未来的，你的未来是我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拍你啦！你再这样子，你再动手动脚，我就拍你啦！你不要拍我这个视频是对着你的，你再这样子我就拍你了，真的。我跟婶婶说去。你执迷不悟。我再拍你，再说你再说，我就真的拍你了。你等着哈，那你等着。真的是，你再这样，我真的就拍你了。你不要拍我，我是为你好，你知道吗？那，我不对你动手动脚了，我好好跟你讲道理啊，我好好跟你讲，阿妹。你不用跟我讲道理，我不想听，我真的。不，你这个人真的。我们好好的讲一下道理，我好好的。大家都是邻居，对不对？对呀。相你相亲的，你好好说嘛。对呀、啊，就因为我们是邻居，你知道吧？我不想看你一错再错。阿妹，其实你想过没有？小明是给不了你未来的。不是说给不给得了我未来的问题。这个感情能强求吗？就算是我不跟明哥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我也不可能说要跟你在一起吧。直接就跟你在一起这样子，我是什么人呀？是不是？你不用直接就跟我在一起，你先跟我一起谈着，咱们好好的先谈着，谈一段，你看一下。你不用说了，我还要挖地了，现在都下雨了，你先回去吧。你挖地，这个地都不用挖，只要你同意跟我交往，只要你同意跟我在一起，我一会儿叫我爸来，用那个油锯两下子就把你搞了，对不对？你现在你看一个人搞，你看你小明能给你什么？你再这样子说的话，我真的要找人了。啊，不是找不找人的问题，那行，慢慢说，我跟你讲道理啊，我跟你讲道理。你走不走？不是我走不走的问题啊，妹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现在我直播间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看我直播的，你真的，那对不对？大家都是你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是不是也同意你嫁给我呀？他们是不是也觉得我说的很对啊？没有，哥哥姐姐帅们，你们是不是也同意啊？同意他的想法，哥哥帅们，你们同意的打个同意，不同意的打个不同意。都不用想，他们肯定同意。哥哥姐姐帅们，你们是同意他的想法还是不同意？同意的打个同意，不同意的打个不同意。我看一下，你们也是同意。我看一下他们有没有打同意。同意我旁边这个大哥的想法吗？哎呦，你看他们全部都打同意的嘛。哪里有人打同意嘛？他们都打不同意的，你是不是不认识字呀？哎呦，哪里不同意？你看他们都同意，而且你看阿妹，你跟我在一起，你这个树哥，我两分钟把你搞定。你看嘛，我直播间里面的。我把我们家那个油锯拿下来，把他的那些根断掉以后，一推就倒了。你是不是不认识字呀？你看他们都在打不同意。那这样嘛，各位帅们，他可能不认识字哈。那这样子来，支持阿妹的就扣个一，不支持他的就扣个二，好不好？各位帅们，都支持我的，都支持，你们都扣一啊，你们都扣一。如果你们真的觉得，你们真的希望阿妹能好啊，阿妹以后的日子想过好的话，你们就打同意，知道不啊？直播间的哥就是各位帅们，你们不同意的，他可能不认识字就扣一吧，好不好？各位帅们。他可能不认识字哈，扣一的哥哥姐帅们就代表着就是不同意，扣二的话就代表着同意。你看，直播间的人是不是都说同意？他们都打一呢，一就是不同意，二才是同意。什么一就是不同意，一就是同意，二是不同意。不是的，你看他们是。你看他们都同意，他们都打一，阿妹啊。你就现在就是反过来说，你就不要固执了，你就跟我走吧，真的。你这个树根也不用挖了。你不用了，你真的，你不要这样子。你看他们全部都是在支持阿妹的，知道吧？来，阿妹，我们那边拉。你干什么？来，你不要拉我，你干什么呀？你不要拉我。
神了吗？阿妹，阿妹，你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你？不是，来，我。来来来，不要激动，你坐着，你坐着，我好好跟你讲。我真的要排你了。不不，你我跟你讲，你这个树根不用挖了，只要你同意跟我在一起，我爸把那个油锯拿过来，两下就把你搞定了。啊，然后我不用了，这个是我自己事情，我自己会做，我自己会弄。不是，我跟你讲啊，只要你试着来接受我一下，过一两天你就觉得我比小梅好多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再这样子，真的我就拍你了。要干什么呀，阿妹？你看这样子拉拉扯扯的，这周围邻居那么多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现在不拉你了，我现在不拉你了。那你觉得我怎么样嘛？什么觉得你怎么样呀？我错了，我不会嫁给你的，我不会喜欢你的。就没有一丁点喜欢我？那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你单说我这个人怎么样，你就说不，你不说那个喜不喜欢，你单说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我不想说。什么叫你不想说？你要说出来呀，让我知道呀，对不对？我那让我说一下你这个人怎么样吧。我觉得你倒是挺好的，我觉得你适合做我老婆。什么叫做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你觉得就可以的吗？是不是？我觉得可以。你现在觉得可以就可以吗？你觉得可以就可以吗？你现在是没有深入的了解我这个人，所以你觉得不可以，你知道吧？我比那个小明强多了，那个什么小明哦，大明哦。你这样子真的，我要拍你了。不是，你拍不要拍我，不要拍我。我就把你发到网上去，让所有人都看见。你不是，我又不对你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不要拍我，我只是说，我只是给你找一个你最好的出路，你最好的未来。你嫁给我，你看我们家又有牛又有羊，对不对？你想吃牛肉了，吃羊肉了，我都可以满足你的。你走不走？哎哎哎，你走不走？哎，你再这样子，真的我就阿妹呀、啊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哥哥姐姐帅们，我要不要把他赶走？哥哥帅们。我要不要把他赶走？他们肯定不希望你帮我赶走。你再这样子，我真的要弄。不是，我真的要弄你啊、来来来，你坐，你坐。阿妹，你坐，来，你坐，你坐。我不坐你，你干什么？你坐着，你坐着，你坐着，你坐着。我跟直播间的人讲，来，你们觉得我跟阿妹配不配？配的话，你们就扣个一；不配的话，你们扣个二。阿妹，你是干嘛呀？哎，你看有人来了，你再这样子，真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这次。快点走开！你看你怎么了，这都有人来了。哎、你坐着，你坐着，我好跟你讲、啊。什么情况呀、啊？你这，我说，让阿妹嫁给我，嫁给你。对。啊，人家阿妹愿意吗？嫁给她肯定愿意呀、啊。怎么回事、啊，阿妹？她说的什么意思呀、啊？这个人的话，他莫名其妙，他在这里来说，他要让我嫁给他。嫁给他？对，我明明都已经说了，我说我。不嫁不嫁，他还一直在那里说。你是不是在这里欺负阿妹啊？我哪有欺负阿妹啊？你这什么情况呀、啊？你这欺负一个小姑娘？我没有欺负小姑娘，我只是想给她一个未来，你知不知道？什么叫未来？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是不是？阿妹，她是不是欺负你了呀？阿妹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阿妹走，我们两个去。你别动我。阿妹，你是不是在直播呀？对。我问一下直播间叔叔阿姨们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好啊！这个人是不是欺负阿妹了？我没有去发妹，他说没有。别说，你强硬一点。我没有去发妹，直播间里的人，你们说我去发妹了没有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我只是想给阿妹一个未来而已。阿妹，来，你走开了。就是你欺负人家，你是不是？